这个压力啦哈，但是阮认为讲这是正确的代志啊，所以阮是拢甲法官提出阮的主张啦，阮是拢做一个符合社会公益的代志啊，阮应该是拢无做。啊，请问吼，恁在白白都有拢总即过有九个服起诉嘛？是。啊，这九个吼，恁家白白的认定中，敢有啥物？你感因的感受安怎样？应该大家人的出发点相同嘛。哦。这大家话是拢家己迄一天，话拢按无同款的所在来，啊，因为迄一天是台南，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有哪有办一个？这个王玉德的这个纪念座谈会啦，大家知影王玉德是咱台南市的先辈嘛，嘛主张台独，啊嘛推广台语文，啊所以阮来参加迄、那个迄、那个研讨会，啊研讨会中间我有甲讲吼，咱台南汤德忠公园这个代志啊，应该特别咱今仔日有来的人，看会当来做伙来参与无？啊，所以大家感觉讲要来看卖，所以我讲来进行这个代。